好，下面善导大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水火二合白道喻，这个比喻用意很深，这个比喻也就是对缘发三心的一个总的法义的阐释。而缘发三心的义理非常深广，那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义理，建立信心，守护信心，坚固信心，用这个比喻的方法来帮助其目的就是守护信心，以防止外道邪见之难。好，这个比喻我们先看，他是先说了一个比喻一种情景，然后对这个情景用法的含义来说明先看这个情景，譬如有一个人，他准备向西方而去西行距离有百千之里，道路遥远他在西行的中途就碰到见到两条河，一道是火河，就是炽燃的大火在南边，一道是水河在北面。这两条河呢宽度都不是太宽，只有100步，各宽100步，但是很深，深不见底，而且这两条河南北一看看不到它的边际，非常长，就在水河和火河之间有一条白道，只有4到5寸这么狭窄的一条白道。这条白道从东岸到西岸它也只有100步的长度。在观察这个白道这个百合的水，长百合水的波浪常常就浸湿这个白道，南面的火河的火焰也常常烧这个白道，所以这个白道每天就是水火相交，无有休息。那这个西行者就到了这个靠近二河的空旷之处，这个空旷之处没有一个人，这时候就有很多的贼还有恶兽，见这个人单独行走没有伴侣呢，就一起过来想把他杀死。那这个人一看这么多充满恶意的人还有恶兽向他追赶，就向西奔跑，向西奔跑，忽然见到这两条河，他就感觉到很为难了，后面有追兵，前面有河挡道，那这个自己就视为这河南北两条河都见不到它的边际呀，中间一条白道又非常的狭小，4到5寸这个两岸虽然东岸和西岸虽然很近，但我怎么办呢？怎么能够行走呢？那就想到今天一定会定死不移，但人到这个时候都要逃命呢，所以他就想往回逃命，那个群蛇就开始渐渐地逼上来了，从后面逼上来了，他跑不回去了。那后面跑不回去，他就向南跑，或者向北跑，就顺着两条河向内地找一条生路回避。但是南北的恶兽毒虫也包抄过来了，也就是说他面临着三面包抄的局面，向后向南向左右都逃不出去。那四个方向现在只有一条出路，就是还只能逼得向西走了，两条河过不去，那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这个白道。
那这个白道他又害怕这个白道太狭小了，就唯恐会掉在这个河里面去，这样真的是害怕之极啊，无以比喻啊。那他就视为我今天是向后走也是死，停下来不也要死啊，这个向两边去也会死，三面包抄。现在一种可能可以尝试一条从死里逃生的方法，就是循这个白道向前走。他就视为，既然有这条白道，那应该有可以逃脱的可能性哦。正在做这个念想的时候，就在东岸，他现在就在东岸嘛。忽然闻到有一个人劝勉的声音，鼓励他：“仁者，你决定要循这个白道而行，你行走在白道上就不会死难。”哎，这时又听到西岸有人呼唤的声音，说：“你一心一意，正念直来，我能保护你不会堕在水火二河里面。”那这个人呢，闻到东岸发遣的声音，彼岸呼唤的声音，就一下子就有底气，就开始调整身心状态，决定循白道直接向前向西走。这时候他就不加怀疑，勇猛精进，没有怯弱退转之心。正是走了十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二的时候，这些东岸的这些群贼恶兽啊，都已经追到旁边了。一看，追不上他了，他已经走在白道上。于是这些人就开始表示很友好的口吻说：“仁者，你回来吧。”这个白道太险恶了，你肯定过不去的。你走在白道上一定会死的。我们对你都很好啊，很友好，对你没有恶意啊，你还是回来吧。那这个人虽能闻到东岸群贼的这些声音，也不听从，就一心顺着白道直进。在念道而行，因为这个白道只有100步，很快就到了西岸。一到西岸就保险了，与善友相见了，庆快升平了，快乐无已了。这是一个比喻的情景，下面就对这个比喻的情景用法意来说明了，这个东岸就是指娑婆世界。我们相对西方极乐世界而说，我们在东面。这个东岸就是火宅呀，轮回的地方。西岸就是指极乐世界。譬如有人欲向西行，就是我们在娑婆世界东岸当中。在这个无明大梦当中，昏昏沉沉当中，忽然有个因缘呢，哎，发起了一个向西走的心，这就说明他的善根成熟了，他要修心佛法了，他要了生脱死了，他走向了这条解脱的道路，这就比喻向西行。但是修行的道路非常的漫长。我们无量劫以来的无明烦恼浩浩荡荡啊！你得一个藏教的佛，就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了。我们面对着我们内心的百万魔君有多少啊？所以就比况为百千之里的距离。这样他在修行过程当中，他在向西走，每天都有进进，忽然中路。看到两条河，
这两条河不是外面的河，是我们内心的烦恼。火河就代表我们内心的嗔恨，水河就代表我们内心的贪欲。这就是我们阿赖耶识的业力的种子，这个贪嗔的烦恼非常的深重，就类似这个河见不到底，南北看不到边际，说明我们的烦恼无始劫以来相续呀。那这个河南北无边，深无底，但是它宽度没有很宽，只有100步。在这个水火二河当中，哎，有一条白道，这个白道是代表着信心，净土的信心。按我们的内心烦恼无穷来说，是显现不了这条白道。这条白道就是阿弥陀佛48大愿，他的法身的功德、愿力的功德，进入一切众生的内心所铺设出来的白道。这条白道应该也是像烦恼无际一样的，它也是无量无边的，但是投在了我们的众生的内心，我们的4大5蕴就把它狭劣化了，把它变窄了，就变成4到5寸了。这就是也有我们地水火风的四大和色受想行识5因这样的一个格局，障碍了无边的白道，变成了4到5寸。那这条白道的宽度也是100步，它用什么又为什么用百步来比况呢？就净土法门来说，它是要当生成就的。当生成就，你就用寿命100年来计算，说明你只要尽行寿来修行，这个河的宽度只有100步，说明你一生可以成就。那说这个白道，它在我们内心当中，可能我们在精进念佛的时候，我们会感觉到阿弥陀佛给我们是铺设的这个白道还真的存在。当你不念佛的时候，它就被这个水火呀都给它淹没掉了。你就在常常修行的时念佛的时候，你都能感知到这个水呀，贪欲的水的波浪常常使这个白道尽失。这个贪欲的这个嗔恨的火呀，火焰呢，常常来烧这个白道。我们众生就是这么可怜。你念佛的时候，我们的贪欲，我们嗔恨的念头还是不招而来啊，挥之不去啊。但是你要把住这句佛号，这个水慢慢的就会退下去，这个火慢慢的就会减少它的烈度。因为弥陀的名号当中有清净光，就是对治贪欲的，有欢喜光，就是对治嗔恨的。所以我们的白道通过念佛，慢慢子它就使这个水火就离开远一点了，不至于天天被它水火浇攻了。好，当这个人正在这样修行的时候，这人到空旷之处。空旷之处表明什么呢？表明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孤独，常常遇到的是恶友，遇不到善知识。这就比喻无人空窘之处，常随恶友，一天到晚邀请你喝酒吃肉，5欲6尘，这就是恶友。你就很难碰到让你修处世间法的，能够持戒念佛的，能够讲佛法的真善知识。而且这时候尤其是面临着什么情况呢？群贼交攻，群贼恶兽见这个人
没有善知识引导，自己在那里盲修瞎练，哎，正好就来害他，要杀他。杀他什么呢？不是杀他的涅槃身，而是杀他的法身慧命，让他不要修行，让他不能出，不要出离三界。这就是魔王波旬，他就是谁要出离三界，他是不干的，他要阻挠的，他就是要让你在五欲六尘里面，哎，他就高兴的。你要出五欲六尘，他不干，他要给你做种种的为难、委员。这是群贼恶兽，是谁呢？不是外面的，是我们内心的烦恼。这烦恼就是我们的五阴魔，群贼恶兽，乍听含笑。众生的六根、六识、六尘、五阴四大，我们如果不修行，这些五阴魔呀，我们由于具身我执，根本无明，来到这个世间，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各有魔障。楞严经讲五十种阴魔，这个魔的特点就是你要出离三界，这个魔就开始出来障碍你。如果你不修行，这个魔不会出来，他很安心，他睡大觉。你一旦哎，你有修行了，觉动了他了，他马上出来干扰你。所以你看，很多人修行也勇猛精进，修得一下子知见不对，就着魔了。这一着魔是很可怜的。古人云：“宁可千日不悟，不可一日着魔。”啊，一着魔很麻烦呐。他把虚幻之境认为真实的，他把那些魔祖魔孙认为是圣人呐，啊，认为是圣境呐。那魔到一定程度，那只有送精神病院呢。所以你看五十种阴魔，我们自力修行显相繁身呐，这些群贼是我们内心的烦恼，内心的阴魔，他就要干扰我们，阻扰我们。那这个人呢，见到这两水火二合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内心的巨大的烦恼，让他修不下去了。然后他又想后退，外面啊，后面的那个阴魔恶兽又在三面包抄了。总之，这个五阴魔、种种魔，就是要让他的法身慧命给他葬送。他怎么去逃？但是这个修行人也想扶持自己的慧命呢，也不想堕到负处啊，他也要寻求自救啊，或者寻求他地的救度啊。所以在三面包抄的时候，甚至是绝望的时候，我向回走也是死，停下来也会死，向两边走也是死，但是这条白道给他带来了希望。既然有这条白道，我是不是可以就能够死里逃生呢？这一念是他的善念，是他信心萌芽的这一念，他就想，既然有这个白道，应该可以渡过去。这是在他遇到了非常困难的时候，非常危机的时候蹦出了这一念，这一念的善念马上就有感应，这个感应就是听到了一种声音。这个东岸就是娑婆世界，还有释迦牟尼佛的仪法，还有他的净土的教法，存留在这个世间。而这个教法就他遇到了，他听闻到了，
就类似于听到有人劝仁者，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坚固信心，循着这条白道去做，你就不会有死难。如果你不循着这个白道走，不踏上这个白道，你就会死。循这条白道走，就是你信愿念佛求生净土，就踏上了这个白道。你不这条，你不走这条道路，还在这个世间我靠自力修行修行，这些魔障都现前了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对付这些魔障，你的法身慧命就会死。那为了加固这样的信心，那西岸，西岸就是指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他的慈悲的呼唤，这种呼唤已经十劫以来都在呼唤着我们。阿弥陀佛是具有五眼六通的，他知道一切境界行人，一切修行人他内心的魔障，他的修行的困难。就在这样的紧急关头，阿弥陀佛及时的给他指出了一个方向，及时的让他解除了他内心的那种忧虑。佛告诉这个行人，你只要深信一心一意的正念直来，这个正念就是你支持我的名号，就是正念，直来就是直接过来，这是尽中自又尽，不假方便，不需要修其他的东西啊，直接过来。你只要念我的名号，我一定会保护你呀，我摄受你呀，我加持你呀，你不要害怕会堕在水火二河里面，我会保护你在这条白道上安稳的行走，不让你掉在河里面去啊！这是多么慈悲的一个承诺啊！这个行人他真是有幸啊，是他一念的信心感召东岸的释迦牟尼佛，西岸的阿弥陀佛的这样的慈前庇护的这样的慈悲的护佑啊！啊，慈前庇患，他当下接纳到这个信息，信心满满了，就重新调整心态，坚定信心，决定循白道而进，不生一念的怀疑退转之心。那么当他行走在白道，或者行了一分两分的时候，这些群贼等把他唤回来，这就比喻修其他法门的人，宗门教下或者外道恶见之人，来用种种其他的见解来妨碍阻扰这个净业行人念佛求生净土。这些人或者是故意的或者是无意的，但都是很大的障碍。那西岸有人呼唤是阿弥陀佛慈悲的大愿的意思，须臾就到了西岸，善友相见庆喜，这是指我们这些众生长久以来在生死轮回迷惑颠倒啊，没有办法解决啊，那今生你就尽行受的念佛，在无量的生命时空里面，也只是弹指间、须臾间呐、啊。值得我们一辈子念佛，也是须臾之间，你到了西岸解脱的彼岸呐、啊，足上善人聚会一处啊。